赵宇很聊钢铁情事，老公爆出惊人之语，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在2017年全部都发生了。比如说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结婚，怎么认识的？就坐 Uber 认识的，第一天上到他的车，他就规定了要坐在前面。我问他要送你还是他没有，他就倒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教你这怎么做了？你把他教了。当他上车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是萧淑慎？不知道，基本上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朝。